由中宣部、教育部、共青团中央指导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承办的《筑梦新时代》2018年5月的鲜花全国大中学生文艺汇演将于5月4号晚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。今年5月的鲜花以混搭和重组作为主要创作思路，推出了一个个充满时尚创意的精彩节目。舞台上，投影、全息、增强现实等高新技术手段的应用，营造出虚拟与现实完美融合的多维空间。不仅为节目平添了超现实的未来科技感，也带来了动感时尚、新鲜独特的观赏体验。